美国大学食堂霸道自助是什么样的？拿个盘子。今天是米饭配虾仁鱼肉咖喱。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多捞一点虾。你一天到晚都在绞尽脑子拿各种东西。猪肉盘拿一个。食堂这是又开始供应小土豆了吗？听说你们想让我试这传说中的美式中餐橘子鸡，我其实是拒绝的，但昨天听说了一种能让它变好吃的方法，让我来尝试一下。这真的能好吃吗？我很怀疑。再来点蔓越莓。我不敢吃。为了避免一会胃不舒服，让我在吃之前先冲一包新三九胃泰，之前我妈让我带过来的，每次胃不舒服不用忍着，冲一杯养一下，暖暖的还好喝，很上头，让我姑且相信我朋友一次。我想删了他。赶紧喝几口新三九胃泰养一下，喝完舒服多了，还好今天带了他。麻辣虾，看到这个红红的辣椒我就很心动，这道菜属实就是我的取向狙击。坚果蛋糕长得真好看，这个大饼看上去好香，必须得拿俩呀。炒鸡肉也来点，这个好像蒸鸡蛋，也整一块吧。最终长这样，让我来尝尝这是什么，好像不是鸡蛋，是玉米烙。这饼看上去可太香了，居然是空心的。我亲爱的虾虾，爱了爱了，吃完了拜拜，一会儿就去删好友。